Hey,各位朋友，大家喺屋企沤咗咁耐，成日对住电脑、电视，跟住啊手提，系咪觉得人好攰呢？尤其是颈呢度呢，因为我哋成日对住屏幕，尤其是手机。咁样呢度呢，同大家分享一个点样令你可以好似瞓醒咁精神嘅一个小动作啫，不妨可以试下啦。咁样呢个动作系好简单嘅，将你嘅手咁样。用啲力拉向你嘅另一边，然之后你会感觉到呢个颈呢度嘅筋拉住嘅，咁你就深呼吸，唞气，重复做5到10次，做完咗呢，咁样就到另外一边啦，亦都系用啲力。撳你嘅頭，呢、这個頸要 feel 到呢條筋係拉到嘅，亦都係呼吸，5到10次。咁當你做咗呢個呢，你就好似瞓醒咁精神啦。多謝收睇。